OK， 咁又嚟到市中心嘅足球小将直播啦，事不宜迟啦，我哋即刻嚟啦 ，OK。咁啊，即刻嚟料啊 ，OK。咁啊，今日睇下我有冇思想要讲先啊，因为基本上我睇翻个 run down 先系等等我 ，OK。我睇翻今日有个 run down 要同大家讲 ，OK。都有少少 ，OK。咁好啦，咁我同大家讲讲先，同大家讲讲先 ，OK。咁啊，足球小将，我哋准备嚟料啦，大家加油 ，OK。咁等大家陆陆续续入紧嚟啊，非常之 good 啊，非常之 good，OK。咁跟住就可以同大家讲翻啲重要嘅重点 ，OK。好啦，咁我嚟啦 ，OK， 即刻嚟啦 ，OK， 我哋加油啦，OK， 第一样嘢，首先讲少少资讯啦 ，OK， 如果你要玩俾小明打嘅话，就可以俾小明打啦 ，OK， 非常之 ，Hello Jimmy 粉丝，亦都 Hello 小明 ，OK， 非常之 good，OK， 咁我嚟 ，OK， 大家先讲呢个登入奖励先 ，OK， 讲少少啦，俾大家知 ，OK， 咁啊3月19号嘅，咁就即系基本上今日啦，今日即系而家其实过咗凌晨啦 ，OK， 因为过咗凌晨之后嘅时间，过咗凌晨，咁啊今日嘅下昼嘅3点香港时间3点。咁啊，啱啱 hello， 欢迎 BD 方 ，OK， 都欢迎小明粉丝，都欢迎 Jimmy 粉丝，都欢迎全小吉比拉张先可可嘅。咁啊，留意翻啦，咁啊，相对登入奖励咧就会有系黑波嘅，咁啊有加五嗰啲黑波，咁啊到时你只要一登入上线啦，咁你又会攞到嘅。咁啊，记住攞就得噶啦，呢非常方便快捷。另外都有巴西强化杯啦，适逢间啱啱佢之前嗰个咁嘅卢比道啦，即系嗰日虽然唔系叫做完整嘅4.5分啦，咁但系对于南美嘅队伍嚟讲，其实都非常之实用啦。咁所以相对嚟讲，嗰一只其实最主要就系卖点就系引你要抽嗰个杯啦。但系都系嗰句啦，自从生我几时都建议大家嘅，唔会话为咗一个嘅固有嘅铺，固有嘅一个铺，然后去专登去抽嘅 ，OK， 唔会为咗一个固有嘅铺啊，然后去专登去抽 ，OK， 因为真系嘅，如果你话为咗一个固有嘅铺，然后跟住专登去抽呢，其实我觉得就唔系咁抵嘅 ，OK， 非常之正 ，OK。可以啊 ，Jimmy 可以啊，一阵间我睇下有冇位可以俾你加我号数啊 ，OK， 一阵我褪翻个位俾你啊 ，Jimmy 粉丝放心 ，OK， 可以。咁留意翻咧，咁基本上嚟讲咧就，呢个铺其实就老实讲啊，如果你真系唔玩开南美，其实就唔需要专登为咗呢个巴西强化杯而专登去抽嘅，因为真系讲真一句，你要砌一队队伍咧，唔系话你一日就可以抽得中一个角色就即刻可以砌到队 ，OK。咁所以相对嚟讲，大家如果真系要话砌一个队伍嘅话咧，记住一样嘢，记住。记住就千祈唔好话系去为咗一个铺，然后为咗或者一个杯啦，然后专登去抽一个铺咯。因为始终你话你真系一个角色，你可能行下你抽，就算试火成功，或者好似《赤龙沙七大罪》咁样，你红彩成功，你都要起码都要用一啲嘅钻石去抽噶嘛。咁所以相对嚟讲，尽量去强化翻你嘅队伍咯，而唔系去为咗一个杯赛，然后专登去抽咯。咁所以真系记住呢样嘢，咁所以呢个巴西强化杯我就唔建议大家为咗呢个杯而专登去抽角色嘅。OK， 记住呢样嘢。Hello， 欢迎同工和人 ，OK， 亦都欢迎 Passion Chain，OK、okay。睇下先 ，OK， 点样 Passion Chain 几时可以攞？点样叫做每日攞黑波系今日更新噶啦，即系而家过咗凌晨啊嘛，今日更新嘅。Hello， 欢迎全新今日听声 ，OK， 今日更新噶，你今日就已经见到会更新噶啦 ，OK， 今日就已经会更新 ，OK， 所以今日一更新嘅时候就基本上就已经系可以俾你玩噶 ，OK， 非常之正 ，OK。K 咧仲争一个巴西国家队嘅卢比道啊嘛 ，OK， 可以咁讲嘅系嘅，但系其实基本上佢出晒力技速先咯，佢出晒力技速俾大家先 ，OK， 咁所以相对嚟讲，如果你话呢个咧，其实基本上就系、是、纯粹送黑波，就今日下昼香港时间3点就可以送噶啦。咁另外巴西强化杯亦都系今日下昼3点开始打嘅，咁但系就我就觉得，如果你唔系玩过巴西队嘅话咧，基本上你用翻自己日本队嗰啲玩都得嘅 ，OK， 因为即系强化杯啫，就唔系话一定唔可以用得嗰啲 ，OK。你唔一定要用整隊南美隊去玩嘅，咁另外跟住仲有就上線1000年紀念，咁呢個就係、是、又係啲可以換俾你兑換啲阿波啦，最主要係針對翻盧比道啦、帕巴啦，同埋係嗰個新嗰、那個同阿葵森一齊玩嗰個啦，另外仲有就係嗰、那個里奧啦 ，OK， 即係阿新哈拿嗰個 friend 啦，同埋盧比道叔叔啦 ，OK， 咁最主要俾啲強攻你可以拆下啲黑波啦 ，OK。咁啊，伏黑嘢就唔讲啦，伏黑嘢根本你如果有拆就凑拆，冇拆亦都唔需要心急拆 ，OK， 好简单啲讲句 ，OK。咁跟住就继续扫啦，咁跟住去到呢个精选招募，日本精选招募，咁又系一个废铺嘅，唔需要多讲嘅，好老实嘅，赵先生，我讲每一只游戏都系铁口直判 ，OK， 呢个废铺嚟嘅 ，OK， 速属日本队，咁啊首先声，咁啊对决模式。咁啊，对手体力消耗量优啊，佢永远都系体力克星嘅，永远都十年如一日嘅体力克星嘅。咁啊，睇到全，跟住又系一招铲，一招卡，仲要卡又唔系卡得好嘅。咁啊，又系永远冇得挡啦，人哋一见到你就射就得啦。OK， 咁啊，呢个又系嗰句，咁就又系小志强，冇乜特别。OK， 只系一个传送波。咁但系基本上而家有咗速嘅话，其实始终我都系觉得，如果你话速嘅话咧。
其实就真係有隻限定嘅，力嘅话呢亦都有隻超限定嘅，然后技呢亦都有隻絕版小志强嘅，咁所以基本上嚟讲小志强其实冇乜空间暂时出第三隻嘅，咁、okay? 即係冇乜再出一隻，除非佢有一隻真係凌驾于呢而家嘅三隻囉，咁但係实际上嗰三隻而家都对自己嘅属性嗰方面呢都好稳阵好稳阵，咁所以真嚟讲就唔会话固定嗰个囉嘅。咁而呢个泰来大家留意返泰来。呢只其实永远都系一只防守型嘅泰来嚟嘅，唔差嘅，不过就系完全玩防守咯，就冇咗进攻嘅能力咯。睇你中唔中意啦，你中意防守嘅话呢只 O K 嘅，但系如果你唔中意防守就冇乜用，因为呢只泰来真系玩防守嘅，系好少有嘅泰来专玩防守型嘅泰来。咁呢一只就真系专玩防守型嘅泰来，系专玩 cut 波嘅，有嘅专玩 cut 波嘅防守中场嘅泰来，有嘅。咁当然你都可以摆喺进攻中场，不过我就觉得你嘥咗咯，你摆呢只梗系摆防中嘅啦，已经。咁所以相对嚟讲就一定系cut 波噶啦玩，咁啊上面两只就冇乜特别啦嘅，呢铺就真系理佢都费事咯嘅，讲完嘅。好，大家又估下我有冇抽嘢，大家有时候估下我有冇抽嘢嘅。头先七大罪，我问咗大家，大家好聪明地估到我冇抽嘢嘅，系时候又要估下我而家呢一只 game 有冇抽嘢啦嘅。大家估下我有冇抽嘢？头先有粉丝话奥运出唔成，我头先有粉丝话嘅。呢只你讲小明粉丝请讲，请讲，一定冇抽啦，一定冇抽嘅。小明粉丝话呢只垃圾一定冇抽嘅，咁啊不愧系小明粉丝啊！果然有咗自动抽嘅经验之后，果然系非常之犀利嘅。你系估得冇错嘅，呢一只我系的确系冇抽嘅。Okay? 原因好简单，因为的确系好似小明所讲，呢一只真系冇乜用嘅。咁、okay? 所以真嚟讲就冇抽嘅。好，小明系用力熟嗰只，咁啊系啊，真系力熟嗰只好啲，真系力熟嗰只好啲嘅。Okay?Hello， 欢迎 Jimmy 粉丝，都欢迎晒真爱 VNC， 传说级别咧，仲有 Skansen， 仲有就系 Billy Fong， 欢迎你，跟住仲有 KK， 欢迎你，都欢迎拍真真，大家都估到我系冇抽嘅，快啲睇我 ID 啊，俾你睇 ，OK， 我系 ID 个人档案呢、这个啊，俾你睇呢个 ID 啊，344-348-498 OK， 麻烦工作人员出一出啊，我读俾你听，你写出去俾佢哋 OK， 344-348跟住498 OK。麻烦工作人员出一出俾大家 ，OK？ 大家记住啦，呢、这个就系我嘅 ID， 咁你可以加我号数啦 ，OK？ 另外都可以订阅我嘅官方飞粉丝专页，同埋订阅我 YouTube channel， 同埋仲有就系 like follow 我 Instagram 同埋飞粉丝专页，咁可以紧贴住市中收嘅最新情报啦，同埋游戏厂商嘅第一手资讯啦，非常之正 ，OK？ 咁啊，非常之 good 啦 ，OK？ 咁呢一只我暂时未同佢推行玩 3D 嘅，呢一只我暂时未推行玩 3D 嘅，唔同系任天堂啊，同埋系啊 Net Marble 嘅。七大罪同埋寶可夢大師，因為嗰兩隻我哋用咗推行咗嗰個 3D 嗰個制式去同大家玩。當然其實每一隻遊戲都可以嘅，就算加雲拿嘅極速領域啦，同埋仲有決勝時刻 Mobile 啦，我都係可以同佢哋係整 3D 嘅。OK， 咁呢個係只有《少年英雄三》呢度先可以俾到佢嘅一個 3D 效果啦。OK， 咁但係相對嚟講呢個咁嘅就真係要係一來要等遊戲廠商嗰邊嘅 OK 啦，因為始終我同佢整 3D 冇問題，但係始終你第一要係得到遊戲廠商 OK 嘅。咁頭先因為任天堂嘅同埋係Marble 佢哋 OK 啦，咁所以相對我會同佢哋整 3D。OK， 咁但係譬如你話呢嘅足球小將嘅話 ，K 咧佢中唔中意我同佢整 3D 咧？咁同埋佢想唔想令到自己隻遊戲更加旺咧？咁就真係要睇佢自己嘅。OK， 咁如果佢想嘅話咧，咁我哋都可以幫佢做 3D 嘅。OK， 咁但係真係要睇佢自己想唔想。OK， 如果想嘅就聯絡翻視聴收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同埋飛哥粉絲專頁啦，咁可以等佢哋可以隻遊戲更加可以非常之好，可以令到佢哋更加進一步啦，再進一步啦。OK， 咁另外仲有啦，當然都 4D 啊嘛 ，4D 就要用埋儀器嗰啲嘅咯，用埋儀器嗰啲咯。OK， Hello， 歡迎蘇永德，跟住仲有睇下先，跟住就玩法好似 FIFA 系統嘅模式嘅玩法係嘛，非常之正，非常之正，又有新 game 咪玩足少啊嘛。OK， 咦，即係 K 咧又有第二個替代品喎。OK， 即係又有替有足球小將替代咗。OK， 咁啊幾時都係㗎啦，遊戲廠商、遊戲業界永遠都係四五三同咁多嘅遊戲廠商合作都係嗰句。OK。你出一隻遊戲，人哋又出一隻遊戲 ，OK？ 你啲遊戲能唔能夠留低喺《少年英雄三》呢度咧，就真係睇你自己嘅做法啦 ，OK？ 即係《少年三》好坦白講真嘅，我作為一個玩家嘅睇法，雖然我係一個 artist， 但我亦都係一個玩家嘅。我自己玩一隻遊戲，我覺得嗰隻遊戲係繼續有得可為嘅，咁咪同佢繼續玩咯。冇得可為嘅就冇計噶啦 ，OK？ 就係幾時都係嗰句 ，OK？ 咁跟住另外仲有潘生青話：你最想抽邊個球員啊？邊個球員 ？OK？我其实冇㗎，我睇啲角色係出得实唔实际用唔用得着嘅啫。OK， 如果出埋啲古灵精怪呀、啊、配置又错误嗰啲，咁我冇办法用，咁我梗係唔会抽啦。好老实讲啊，真係 OK， 因为铁友直判就係咁啊，四种三隻 game 都係，就算好似今日七大罪嗰个币
閉班，我都係同大家好實際地話俾大家知，你用嘅時候要點用，同埋會遇到邊啲係你嘅黑星，同埋譬如你打嘅時候你要點樣去運用佢，咁我都盡量將我嘅技巧教曬俾大家 ，OK， 非常之正嘅。满咗人咪系啊，满咗人啊！我个好友，我其实只只 game 我都满咗人噶。但系今日诶唔紧要啊，你想加我嘅话，你不如你将你嘅号数 send 去我飞搵先，要 like follow 咗我，然后 like follow Instagram 啦，跟住再喺嗰度 send 私信俾我啦。咁等我喺嗰度，或者又系讲真，佢哋都系咁样联络我啫嘛，都系喺飞粉丝专页啦，同埋 Instagram 嗰度联络我。OK， 咁所以如果你哋想联络我嘅话，都系用嗰个方法就得噶啦。OK， 直接就喺嗰度联络我，跟住就直接同我讲翻个详情啊，咁啊再其他细节嘅嘢再讲。咁你同我讲翻你个号码，咪可以直接。get at 你咯 ，OK， 因为始终你话喺直播嘅话，我铲一个，佢哋有人又加咗我，咁啊即系铲鬼嘅 ，OK， 你都见啦，我 Call of Duty 嗰啲铲一个又有人加翻入嚟 ，OK， 咁所以记住一样嘢就系，永远我都唔想粉丝为要斗手快先加到入嚟我嗰个 group 嘅 ，OK， 最主要就系大家记住。只要是 like follow 我飞粉丝专页同埋 like follow 我 Instagram， 跟住喺嗰度私信我同我讲翻，咁我就直接加翻你噶啦，非常之简单嘅。Good good night 啊 ，Animal 欢迎你嘅，非常之正嘅。放心啊 ，Jimmy， 我会到时啊加翻你，你喺飞粉丝专页我再同你再倾嘅，非常之正嘅。Hello， 欢迎团长班 ，Hi， 又欢迎传说加入 Can 声，非常之正嘅。好啦，咁啊嚟料啦，我哋即刻嚟 PVP 啦。咁啊第一场玩小明啊嘛 ，OK， 小明 OK， 加油加油努力 ，OK， 非常之 good 啊 ，OK。咁啊嚟料，咁啊即刻嚟啦，咁啊即刻小明嗰个玩咗啲 ，OK。好咁啊嚟，咁啊即时推干菜。你啊传说级别可划开俾你喎 ，OK？ 你玩唔玩啊？你玩唔玩啊 ？OK？ 你玩唔玩？你玩唔玩？系点啊？我唔玩。你唔玩 ，OK？ 阿可佢唔玩喎，你玩唔玩？趴身枪想玩，好啊，俾趴身枪玩 ，OK？ 俾趴身枪玩 ，OK？ 嚟啊！我哋开个趴身枪，俾趴身枪玩 ，OK？ 趴身枪想玩，俾趴身枪玩 ，OK？ 好啦，你趴身枪，我哋嚟啦，加油 ，OK？咁啊嚟啦，加油嘅138386啊，138386 ，OK， 放心啦，你等佢整好晒，因为加拿大佢真系好有心机整嗰啲 poster 啊，好有心机整，即系无论系试完英雄山嗰啲宣传品啦，定系抑或系佢哋嗰啲嗰边嗰啲整嗰啲啦，其实基本上佢哋都要嘥好多时间去印试完英雄山嗰啲样落去啊，又要整嗰啲 poster 嗰啲嘢，你要俾时间加拿大佢哋整嘅 ，OK， 咁所以唔系话真系咁快可以系即时可以系大家咁快又会有一架车咯，佢哋要做好多 promo 啊，做好多宣传噶，所以你要明白咯，传说级别咧真系错 ，OK。咁啊，做咩嚟啊？138386啊，咁啊，等啊，趴身枪嚟玩嘅，系啊，趴身枪等你嘅，138386啊，38386 ，OK， 加油努力，加油努力嘅，非常之正嘅。咁礼拜五更新嘅时候又会同大家讲足球小将啦，都系嗰句啦嘅。咁啊，等大家能够知道翻嗰个详情啦，非常之正嘅。Anisman， 你想玩可以啊 ，Anisman 你又嚟 ，Anisman 你又嚟啊，就你哋两个啦，咁就趴身枪同 Anisman 啦 ，OK。是不是你们两个玩啊？是入嚟啦，是入嚟啊！你们两个啱啱好啦 ，OK， 啱啱好你们两个啦就 OK， 非常之正啊！啱啱好你们两个，这个是边位粉丝啊？这个是边位粉丝？这个是不是 Jimmy 啊？这个粉丝是不是 Jimmy 啊？是不是 Jimmy 粉丝啊 ？OK， 这个我估是 Jimmy 粉丝是不是 ？OK， 是不是 Jimmy 粉丝啊？非常之好啊 ，Jimmy 粉丝，是我估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OK， 准备 OK 未？准备来了啊，加油 ！OK， 包船陀螺啊，非常之正 ，OK， 非常之 good 啊 ，OK。咁如果系啲玩具厂商都可以揾善公山 artist 都可以噶 ，OK， 非常之无任欢迎啊 ，OK。咁啊，准备来了啦 ，OK。因为善公山嘅粉丝无论系小朋友、大朋友、中朋友，定系已经人哋爹哋妈咪都有嘅 ，OK， 非常之正 ，OK。好啦，咁啊，准备嚟啊！同佢玩咗呢场先 ，OK， 咁其中一场系呢、這个 ，OK， 呢个系边个嚟噶？我想问啊，我想问呢个边个嚟噶？呢个系边位粉丝啊？呢个系边位粉丝啊？你要玩话俾我知 ，OK， 呢个边个粉丝嚟噶？呢个 ，OK， 呢个系边个粉丝嚟噶？呢个系 ，OK， 有冇人话俾我知呢个系边个粉丝啊？有冇人话俾我知 ？OK， 系咪 Jimmy 粉丝啊？呢个系。呢、这个系咪 Jimmy 粉丝啊？呢、这个系咪啊？系咪 Jimmy 粉丝啊？呢、这个 OK， 系 Jimmy 系嘛 ？OK， 明白 OK。咁啊，其中一场系 Jimmy 噶咯，冇办法啦 ，Jimmy 啦 OK。咁啊嚟了啊，咁我同第七队同你玩啦，加油啦 OK。啊，冇啊，可以同你玩呢队 OK。好嚟啊，第八队啊，用啊欧洲队同你玩啦 OK。准备嚟了，比赛开始，加油啊 Jimmy！ 嚟啦 Jimmy 啊！
同你用啊欧洲队同你玩下啦 ，OK。咁我嚟啊 ，OK， 对 Jimmy。准备嚟啊，非常之正啊 ，OK。加油努力啊，加油努力啊 ，OK。唔会 ，OK。加油努力啊，加油努力啊 ，OK。加油努力，好嚟啦，对翻个传送 ，OK， 去咗李云彪边呢边，好，细道，好一个传送，非常之靓，连用三个非常之靓嘅一个传送，好一个传送 good， 好，即系六分钟啊，连用三杀到禁区，见识下连用三嘅全能啦，就算系欧洲队啊，我一样可以玩得起啊，呢个就系连用三啦。估唔到善用生嘅 AC 米兰即刻话都冇咁快啊，杀到入去禁区啦已经，直接嚟啦，哇，非常之正啊！好啦，希林迪兹，OK， 入埋非常之正啊 ，OK， 估唔到只系六分钟啊，哇，加埋入球八分钟 ，OK， 即刻善用生欧洲队即刻入咗啦 ，OK。真系非常之快啊 ！OK， 哇，史莱达啊，德国年青球王卡尔恩斯史莱达 ，OK， 非常之 good 啊 ！OK， 好啦，嚟呢个位置，睇下另一个内布伦嘅前锋又会点做啦。好，对方传送 ，OK， 劲啊！内布伦攞到个波啊，直接嚟点啊！去咯，拿破仑，俾你见识我哋嘅招数，冇错啊，直接嚟了啦！哇，直接嚟啦！先用沙嘅法国，啱啱出完德国嘅招绝招啊，而家又嚟法国嘅绝招啊 ！OK， 有佢，睇下佢希林迪顶唔顶得住啊 ！OK， 哇，好型啊！呢招法国嘅极限武器啊！欧洲第一 keeper 嘅 Jimmy， 哇，顶住前锋手嘅法国秘传武器啊，非常之犀利啊 ！OK， 十五分钟啊，前锋手已经入咗两球啦，欧洲队都系咁玩啊，前锋手，果然系好犀利啊 ！OK， 对方个前锋，教佢俾入眼先至强啊！哇，面对住前锋手嘅欧洲队好犀利 ，OK。好啦，紧善公杀对住小英雄会点做呢？点呀？你唔用技能同佢玩？我用埋技能，我觉得仲型啲喎动画嘅。好啦，呢边，哇，史莱特等紧佢啊！见识啊，我系善公杀欧洲队嘅十一号嚟嘅，入夜攞翻个波，见到未？呢啲就系实际力量啦。OK， 史莱特任禁区射啦。OK。睇下佢希林迪顶唔顶得住啊！哇，顶唔住啊！非常之犀利啊，21分钟啊，前锋手入埋第三球啦，已经非常之犀利啊！无论乜嘢嘅队伍，我都可以玩得到啊！好嘅，对方个传送啊，非常之靓，交个波俾日向小志强啊！睇下日向小志强呢个位置要点做啦 ？OK， 睇下佢日向小志强雷收强啊，呢个位置睇下会点做。好，对方直接嚟啊！哇，女手射门哦，好劲啊！其他球员话有机会表演啊，冇啊！史莱特话我 solo 啊呢一场，史莱特内布伦话俾啲我啊，内布伦话俾啲我啊，我都想玩下 ，OK。好啦，直接嚟啊！哇，激气啊！点解善用沙玩我日本队玩欧洲队都咁耍家嘅？冇计，劲咯 ！OK， 果然好犀利 ，OK， 话都咁快，史莱特入埋呢球啦，非常之型啊，4-0啊，加油努力啊 ，Jimmy， 努力啊 ，Jimmy， 面对住四中三，无论玩七大罪啦，宝可梦大师啦，决胜时啊 ，Mobile Call of Duty 极速领域啊，同埋足球小将都咁劲啊 ，OK， 好啦，对住梁仔啦，好啦，见识下呢一招啦 ，OK， 好一个前锋，捉到你路啦。
搞掂，内部龙攞到好，内部龙我哋嚟了啦。罗布伦，俾佢见识下邵英生领队嘅欧洲队，冇错，直接嚟啦 ，AC 米兰啊，直接射开 ，good，OK， 睇下究竟希林迪点顶呢招啊？我睇下究竟希林迪顶唔顶得住呢一招咧，兄妹，哇，原来邵英生咁犀利噶，你而家先知咩？OK， 非常之犀利啊，入咗啦 ！OK， 五比零啊，利云话净喐都未喐过啊，净话利云话喐都未喐过啊，嘅估唔到净系两个已经打搞掂晒 Jimmy 粉丝加油啊，努力啊 ，OK， 加油努力，即系前面嗰两个有喐过咋，后面嗰啲球员冇喐过啊，净 OK， 加油啊，三分神，努力啊，三分神。好啦，三分神要过啦呢、這个位置。OK， 大步 pass， 传送又俾小雷达截到啊！小雷达话我够啦，不过我都一射。加油啊，希林迪！努力啊，希林迪！哇 ！OK， 史莱达已经攞咗四分啊，六比零啊！非常之惊人，边个话 Ellis 文唔系五比零，系六比零啊！邵英收嘅欧洲队啊，劲！哇，日向小将又嚟了啊！球场破坏神邵英收咯，好惨啊！而家对方传送，哇，小维达攞到啊！非常之劲啊 ！OK， 上半场结束，非常之正 ！OK，OK， 准备到下半场啦 ，OK。非常之劲啊！嘅下半场，邵永修决定唔换人，继续嚟啊！加油啊 ，Jimmy 粉丝努力啊 ！OK， 可以有翻分车下场俾你玩啊！可以 OK， 塞文风暴 OK， 非常之夸张啊！面对住邵永修欧洲队，佢系完全冇办法 OK， 超惨啊！超惨啊 ！OK， 好，准备嚟了啦！加油努力啊 ！OK， 下半场开波。见识下邵英收嘅欧洲三中场嘅力量啦！好嚟呢边，唔系得到佢。好啦，守住佢，加油啊！三分神又嚟了啦。其实呢个位置会点呢？好紧张啊！好啦，佢又要传送，佢将个波轻松传咗出去，但系点要俾小雷达攞到？小雷达呢个位置会点做呢？小雷达嚟了啦。OK， 睇下佢希林迪呢个位置会点啊？希林迪用白银左臂，欧洲第一 keeper， 顶唔住啊！史莱达已经五分啦，不过系连星球王卡尔先斯史莱达啊！史莱达同三个领队果然慧眼出英雄啊，非常之犀利，非常之劲啊！对方嘅传送 ，OK， 交俾日向小强，睇下史莱达小强点做啦会 ，OK， 咩出到？加油努力啊，小 Q 噶！史莱达今集系完全结合防守与进攻嘅分别 ，OK， 好嘢攞咗，史莱达，史莱达嚟了啊，过咗佢太耐，去到希林迪嗰边，加油啊希林迪，激气啊，点解我第一场要对住嘅大师要用 Simon 啊 ，OK， 双重武器法啦，史莱达八比零啊，好惊人嘅实力啊！加油啊 ，Jimmy 粉丝努力啊 ，Jimmy 粉丝用下多啲好似邵宗修嘅传球啊 ，OK， 用下邵宗修嘅技巧 ，OK， 好嚟到呢个位置，终于有你啦，内布伦话终于有我啦 ，OK， 内布伦话终于有我啦 ，OK，OK， 哇，哎呀 ，thank you 晒内布伦攞到，内布伦直接嚟啦，过佢。哇！内布伦都嚟了啊！加油努力啊，希林迪！哇，飞入来，希林迪金靴啊！哇，爆网添！加油啊！内布伦都冇借法啦，九比零啊！一个六球，一个三球啊，非常之正啊 ！OK，
加油努力啊，加油努力啊，朱面粉丝。可以试下用第啲方法避开我两个球员啊，试下。唔好正面对我两个球员啊。你攻唔过嗰两个球员，我嗰两个球员顶住你啊。一个系法国嘅王牌前锋，一个系德国嘅王牌前锋啊。记住啊，呢队唔系一般嘅欧洲队啊，系斯文英雄 Simon 嘅欧洲队啊。诶，好似 cut 咗 line， 系咪 cut 咗 line 啊？知名粉丝系咪 cut 咗 line 啊？知名粉丝，知名粉丝是不是 cut 咗 line 啊？知名粉丝，知名粉丝系咪 cut 咗 line 啊？知名粉丝 ，OK， 知名粉丝是不是 cut 咗 line？OK， 唔紧要啊，知名粉丝当一个体验啊，当一个体验 ，OK， 系啊，因为每一个对个谢中山嘅对手都系咁嘅，但系唔需要觉得乜嘢，系一个经验咯，系一个好嘅经验 ，OK， 系一个非常之好嘅一个体验 ，OK。应该轻咗机，应该轻咗机啊，唔紧要啊 ，OK，Jimmy 唔紧要，轻咗机应该，唔紧要，应该轻咗机，应该轻咗机 ，OK， 轻咗机 ，OK， 你而家出唔出到啊？你而家出唔出到去啊？你而家 ，OK， 全世界俾你听听声话地狱嘅体验啊，唔系一个好嘅体验嚟嘅，一个好嘅体验嘅 ，Jimmy 粉丝出到去未啊？出唔出出到去啊 ？OK，Jimmy 粉丝你出唔出到去啊 ？Jimmy 粉丝 OK。Jimmy 粉丝，你出唔出到去啊？到下场你问下传说级别可可咯，开俾边个咯？或者问下 Ken Sen 开俾边个咯 ？OK， 你问下佢开边嘅 Erisman 同埋我见到上面仲有一个其他另外一个粉丝想玩噶嘛？头先话 Passion Chan 都话玩噶嘛 ？OK， 你睇下你边个传说级别开俾你咯 ？OK， 咁我哋出咗去先，我哋出咗去先 ，OK。我同生入过去啦 ，OK。咁另外最后第二场 ，OK。射断咗啊嘛，咁惨 ，OK。其实唔系唔关事 ，Jimmy 佢自己都话唔知点解会轻咗 ，OK。唔知点解会轻咗 ，OK。唔紧要啦，你睇下你第二场啊，第二场嘅 PVP 啊 ，OK。第二场嘅 PVP， 第二场嘅 PVP，OK、okay。Cancel 开俾 Usman 啊 ，OK。咁开俾 Usman，OK。咁得啦 ，OK。咁嚟咗啦，而家两位传说级别都话开俾 Usman， 唔紧要 ，Passion 下次开俾你啦，下次开俾你。咁啊，准备嚟啊！我哋准备啊 ，Erisman 开俾 OK， 咁啊，准备嚟啊 ，OK。入唔到 game 啊！而家可以入唔到 game 啊！诶，本场有二赛二结束噶 ，OK。可以啦，可以啦 ，OK 啦。咁啊嚟啊！我哋第二场，咁啊嚟了啦 ，Erisman， 我哋嚟啦 ，OK。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956464啊！956464，加油 ！OK。咁啊嚟啦，956464啊，956464，唔紧要啊，新春礼拜五都会有得玩噶嘛，礼拜五都会有得玩嘅、okay ，356日都有试用收直播嘅 ，OK， 你可以订阅我 YouTube channel 啦 ，like follow 我 Facebook 粉丝专页啦，同埋 follow 我 Instagram， 咁可以紧贴住试用收嘅最新直播啊，非常之正 ，OK， 加油加油努力加油加油努力 ，OK。加油努力，加油努力 ，OK， 非常之正啊！头先同 Jimmy 粉丝玩得好开心啊，加油 ，OK，Jimmy 粉丝我哋唔玩啦，玩完一场唔玩啦，我哋，因为时间所限啊，要让啊俾其他粉丝啊 ，Jimmy 粉丝 ，Jimmy 粉丝我哋让啊俾其他粉丝玩啊，要我哋嗱下个礼拜356日都有直播噶嘛，我哋356日再同你玩啦，系啊，每个粉丝有一次机会玩嘅足球小将，系啊，你让啊俾其他粉丝玩啦，系啊。而家可以入嚟啦 ，Elsman 可以入嚟玩啦，已经。证明 Jimmy 粉丝头先都好 enjoy 同我玩咯，非常之好嘅。咁啊，而家跟住放心啊，356日都有直播，都有足球小将同你玩嘅。咁啊，而家跟住就轮到我哋嘅另一个嘅粉丝啦，嘅。咁啊 ，Elsman 嘅，咁啊准备高啦，嘅加油。咁啊嚟啦，又到 Elsman 啦，加油努力嘅嚟啦。下次直播可以啊，你留意我的直播咯，订阅 YouTube channel， like follow 我 Facebook 粉丝专页，同埋 like follow 我 Instagram 我 Passion Chan 啦 ，OK。咁啊，准备嚟料啦，加油！咁啊，准备嚟料，因为我有三个平台嘛，一个就系 Instagram， 一个系 Facebook， 一个就系YouTube channel， 三个平台都会系同大家系不断有好多资讯俾大家知，同埋会同大家好开心玩游戏，非常之正。咁啊，准备嚟啊，加油努力啊 ，OK。咁啊，准备嚟啊，加油！OK， 咁小心开波，维森一个传送，塞个俾泰来 ，OK， 我睇泰来会点做喺个位置，好，泰来一个传送，
轻松过卢比道。OK， 嚟了。OK， 直停啦，反动速。咁啊，直接射过去反动速啊！轻松过咗佢太耐。OK， 咁啊，直接去到健威啊！啊，健威呢个位置会点啊 ？OK， 咁啊，健威用 B60，非常之靓啊，守住咗。系啊，你记得 like follow 我啦 ，Patreon channel 同埋 like follow Instagram 啦 ，OK。揾下对方呢个位置会点啊？好，对方传送嚟呢边先。咁啊，对住嘅系德仔啊，对住德仔。揾下德仔呢个位置会点做啦？加油努力啊，德仔！睇下究竟 Erisman 嘅德仔会点做？哇，同埋德仔竟然盘球啊，非常之靓。OK， 一个盘球啊，非常之坚。OK， 咁嚟呢边。OK， 打个和啊，弹咗个波睇下弹咗边先，弹咗个角落睇下边个波啦。呢、這个波佢两个德仔碰头咗，撞打个和。诶 ，Erisman 一波，咁即系最后垫波嘅我嘅。咁啊，早田，睇下早田呢个位置又点啊？好嚟呢个位置，等我个传送非常之快。咁啊嚟呢个位置，话对住嘅系泰来啊。OK， 揾下泰来呢个位置会点啊？睇泰来呢个位置会点做啊？加油啊，泰来！努力啊，泰来！紧不啲？睇下泰来呢个位置会点做啦、啊？加油啦、啊！好，泰来绿光猛弹全咬，有个非常之靓 A 八十全。但是可惜少年用三个365度好像跳舞一样，一个非常之靓嘅回旋啊，汤马士梅拿回旋咁样嘅，好似奥运 feel 啊嘅。好，一个前上脚，好嚟一边，对住嘅系梁仔，咁咧梁仔对住四孔收嘅 Hugo， 可以点做啦？加油啦 ，Hugo， 努力啊 ，Elsman， 有冇咧 ？OK， 都帮铲球，非常之靓。好，跳起咗，见识下少年用三嘅真正力量啦。爱嘅力量直接嚟啦 ！OK， 咁啊直接射过去啊，好紧凑啊呢、這个位置。好啦，咁啊睇下究竟健威呢球守唔得住啦要。哇，好劲啊，气势磅礴啊！好啦，睇下佢会点样守得住个波。呢个系女制作人帮我喺澳门嗰次酒店嗰次抽到嘅，弹咗去三万纯啊，非常之靓。好啦，呢、這个位置要点啊？跟住，好，对方传送，俾泰勒攞到啊 ！OK， 泰勒一嘢攞到个波 ，good。好，佢发动全力啊，非常之犀利。好嚟要，交个波俾你啊，接反输住噶，直接嚟啊！见识下女粉丝对少年英雄三嘅期望，少年英雄三唔会令女粉丝失望嘅。仲有接班嘅泰来，同埋2020智慧嘅展望，直接嚟啦！我睇下呢一球佢会点样顶啊！真系，直接避开。咁啊，健威竟然守唔守得住咧？呢个位置，头先你入足少嘅时候冇黑球送，哦，佢要听日三点啊！听日即今日三点啊，要今日下昼三点啊嘅，佢今日下昼三点更新啊嘅。诶，弹咗波出去，就弹咗边先。哎呀，弹咗角球啊，竟然估唔到啊！个波劲得滞啊，令到阿健威都失手啊，老猫烧须啊，健威。好啦，睇下三号到呢个位置会点做啦。诶 ，OK 喎，三号人断球唔错啊 ，cut 到呢个波。诶，过太难嘅，睇到边啊？跟住，好嚟呢个位置，对住嘅系06嘅重山岗，咁啊睇下究竟 Elsman 呢个位置会点做啦？好嚟了，好啦，嚟到呢边，哎呀，唔错啊 ，S 10嘅一个黄金拍档啊，非常之靓啊，咁睇下跟住呢个位置会点啊 ？OK， 一个非常之靓嘅传送，非常之靓嘅传送，非常之劲。OK， 扭嘅咗，睇下跟住去到边啊呢、這个位置，其实呢个位跟住会去到边呢？好战争嘅 ，OK， 好嚟呢边对住咩 match 到，咁啊对住前板小志强啊呢、這个位
咁啊，赵小志强同埋即系守中卫，同埋李天恩粉丝啊，即系阿 Eva 电眼女神 Eva， 同埋系阿李天恩粉丝，睇下能唔能够守得住呢个位啦、啊。好，哇，唔好劲，撞开咗啊呢球，哇，金杰果然劲啲啊 ，OK， 金杰撞开咗 ，OK， 捉到路都吸唔到佢 ，OK， 非常之犀利啊 ，OK， 小志强突然间老冲咁样冲过 ，OK。撞开咗电眼女神 Eva 嘅，冇啦，用晒两个位啦 ，Chris Cole， 礼拜五都仲有啊，放下礼拜五啊 ，OK， 礼拜五加油 Luli， 礼拜五加油 Luli， OK， 好嚟到呢个位置，咁啊睇下呢个位会点啊佢，呢个位嚟啊 ，OK， 好直接嚟啦，哇佢仲想扭过，哇咁稳阵 OK， 直接嚟啦 ，OK， 咦、哎、有一个前锋非常之靓，轻松过咗，非常之 good， 哇好型啊！再一个前锋，非常之靓。哎呀，睇下呢边又点先？咁啊，扭过埋啊呢个位置都。咁睇下跟住后面会点啦？加油啦，朱志强！好嚟呢个位置。好，朱志强直接嚟 S 十，直接嚟了啦。OK， 一个世界零距离啊，直接嚟。OK， 咁啊睇下呢球会点啊？呢球唯一一个机会终于杀到位士永山禁区啦。咁啊睇下士永山呢球会点啊？究竟入唔入到咧？呢球哇 ，OK 喎 ，OK 喎 ，OK 入到 ，OK 喎。唔错啊，大家都银贴啦 ，OK， 非常之 good 啊，恭喜晒 Elsman 啊，入到呢球非常之 good， 咁啊，但系仲有时间喎，四点三又嚟咯 ，OK， 咁啊，准备嚟啊，四十三分钟啊，加油努力，非常之正 ，OK， 零比一 ，OK，very good， 咁啊，跟住又嚟啦，又嚟啦，又嚟了啦，好过瘾 ，OK， 咁跟住又嚟啊，传球，剩翻时间冇多啊，睇四点三能唔能够可以喺呢个时候突进去啊 ，OK， 好一个前松 ，OK， 完咗上半场啊，跟住到下半场。咁咧下半场又嚟了啦 ，OK， 好，咁去到下半场，小龙三决定换一个人物，咁跟住嚟啦 ，OK， 咁啊睇下究竟 Elsman 领队又会换啲咩啊 ，OK， 咁啊准备嚟了 ，OK， 咁啊换入咗一个角色啊，咁啊嚟啊，好，下半场开波，咁啊睇下呢个位置会点啊，好，对方嘅前锋，做波交咗俾赤井，咁睇下赤井呢个位置会点样运波啊，好，一个前锋。OK， 过咗小志强，睇下去到边啦。OK， 去到智慧呢边，咁睇下智慧呢个位置又会点？好嚟啊，睇下智慧呢个位置会点啊？好，智慧又嚟了。OK， 一个 S 十非常之靓，咁睇下又扭去边啦。OK， 究竟嘅呢个位置又去边呢？一个传送非常之靓，或者一个非常之靓嘅一个运送，咁睇下跟住呢个位置会点啊？咁啊嚟到呢个后面嘅位置，咁啊睇下智慧会点做啦。OK， 智慧又直接嚟了啊，直接嚟啦 ，S 十，哎哟，非常之靓，咁啊直接嚟要雷收全球啦，佢呢球又入唔入到呢？挑战争嘅 ，OK， 嚟到呢位置 ，OK， 可以啦，智慧，仲有太耐，直接嚟啦，非常之劲，咁啊直接射过去 ，good，OK， 咁啊睇下呢个位置又会点啊？究竟健威守唔守得住呢一招呢 o k 咁啊睇下嚟到呢个位置会点啊 ，OK。好嚟呢个位，咁啊入到禁区里面啊，咁都系 S 十啦，点智慧都用晒睇啦，终于好健威嚟了，睇下守唔守住啲闪光雷兽啊 ？OK， 顶得住，俾人知做得好啊，健威好弹咗个波俾新田，哎呀又俾新田啊，可惜嘅又系佢嘅前锋 ，OK， 睇下呢个位置会点啊？好，其他嘅铁位一齐守埋去 ，OK， 你啲粉丝守到个位 ，good， 好见识下我嘅女粉丝嘅厉害咧。OK， 李粉先攞到个波咧，会点啊？又好，智慧嚟了，太郎一个反击 ，good。哎呀，可惜啊，俾早田一个屈尾十攞到个波啊 ，OK。睇呢位置点一个传送，过咗去智慧呢个位 ，OK 嚟呢边。好啦，对住崇山岗，崇山岗对住赤井啊 ，OK。睇下呢个位置会点啊？好，崇山岗直接交翻个波出嚟 ，good。咁我睇下跟住呢个位置会点啊？一个攞翻个波嘅，非常之正啊 ！OK， 我睇下跟住嚟到呢个位置会点啊？好嚟一个位嘅，好嚟呢边啊！绝版小志强又嚟了啊！咁我睇下下半场二十分钟啊，直接嚟了啊！见识下船要用散落嘅真正力量啊！爱嘅力量，直接嚟啊 ！OK， 吹飞咗第一个啊！咁啊，吹飞咗梁仔，咁啊，直接去到后面啦、啊。睇下梁仔呢个位置又会点啊？好，直接到健威，睇下健威呢一球又会点啊？
颈健威守唔守得住呢球？有四个吹飞等紧你喎，直住啦！睇下健威守唔守得住呢一招啊，究竟？哎呀，吹飞啊，可惜啊 ，Evansman， 非常之可惜啊 ，OK， 不过唔紧要，大家又有加时睇啦 ，OK， 赛东山永远都系咁嘅，越战越强嘅赛东山又嚟了啦 ，OK， 非常之正啊 ，OK， 好，跟住嚟啦，咁睇下 Evansman 呢个波又会点开啦，呢个波，好交俾赤井啊，睇下赤井呢个位置会点，好发动全力，好对方都发动全力噶，睇下呢个位置会点啊，好咩出到？咁啊，对住对方嘅德仔，睇下德仔呢个位置又会点做啊？好战争耶！德仔又对葵森 ，OK， 葵森一嘢攞咗个波 ，good。葵森直接嚟啦嘛，咁啊，葵森直接全力射出个波，非常之靓啊 ，OK。咁大家跟住呢个位置又会射去边度啊？直接射过去咯，飞过去健威嗰边，咁睇下健威呢边又会点？好，首先过埋佢后卫早田，跟住去直接去到健威嗰边啦，睇下健威又守唔守住啲球啦，非常之紧张啊 ，OK， 睇下健威守唔守住呢只啊 ，OK， 健威紧点咧 ？OK， 健威 A 杀二挡住谂住 ，OK， 可惜啊 ，OK，Evansman 失咗第二球啊，又系俾赛东山入咗啊！2-1啊，非常之惊讶嘅实力啊 ，OK， 加油努力啊，加油努力啊 ，Evansman， 好嘅，对方嘅传送交俾赤井，睇下赤井呢个位置会点啊？好，赤井移咗后面，一个传送过住玩小志强，好嚟呢边，对住嘅系卢比道叔叔对卢比道啊，非常之靓嘅卢比道对卢比道，小明粉丝都话入波系咪 ？OK。你一早估都系赛东山可以赢咁犀利嘅 ，OK， 非常之劲嘅 ，OK。睇下卢比到呢个位置会点啊？好嚟到呢个位置，卢比到嚟啦！诶，唔错喎，成真天空长翼啊，最强射门。好嘅，嚟了啦，真天空长翼射门，过咗太耐 ，very good。咁睇下去到呢个位置会点啊？非常之靓啊，不过距离真系有啲远啊，角度亦都唔靓 ，OK。咁啊 S 六十呢个位 ，OK， 好啦，咁睇下健威呢个位置会点做啦。好嚟了，见识下赛东山嘅九七健威啦。OK， 轻松将呢个波攞到。好，大家清，将波清咗出去，交俾德仔。睇下德仔呢个位置会点做啦。德仔个传送 good， 过埋佢嘅赤井。嚟到呢边，咁啊对住嘅系早田啊，咁啊睇下究竟葵森呢个位置会点做啦？葵森呢个位置会点做呢？究竟好战争嘅，是我直接嚟了啊 ！OK， 见识下赛东山无论边一只游戏都可以发挥到极限噶，铁口直判赛东山礼不虚发，直接嚟啦，过埋佢嘅早田。睇下跟住去到边度啦会 ，OK， 过埋个梁仔，无论边一样嘅事情，赛东山都可以发挥到极限嘅。睇下紧健威呢个位置又会点啊？健威上山啊，跳入防守接住佢，但系顶住到甩走，睇下甩咗去边啊？甩咗去角球啊！咁啊，赛东山嘅角球，俾人啲紧张呢球位，交俾德仔。究竟德仔会点做呢个位置？好战争呢个位置，好嚟一边交俾葵森啊！睇下葵森呢个位置会点做啦？好，先我直接嚟了。好嘅，个低空波，轻松过咗个早田。咁咧去到健威啦，又再过埋佢嘅梁仔。好，睇下健威啦。健威呢个位置会点做呢？哎呀，3-1啦，非常之精彩啊！嘅45分钟下半场，赛东山3-1，又系俾人入一球，跟住入翻人哋三球啊！非常之惊讶嘅赛东山嘅实力啊！嘅 ，thank you 晒 Evansman 粉丝啊，非常之精彩。
非常之好啊嘅，打得非常之出色啊 ，Alexman 嘅，非常之犀利啊嘅，练到 S70 嘅黄金拍档果然好厉害啊嘅。但系可惜啊，整体嚟讲仍然系输俾赵永秀，但系其实系非常之打得出色啊嘅，非常之出色啊，打得由头系一开头嗰度咁样杀入去嗰下非常之正，非常之正啊嘅。但系只不过系整体嘅表现嚟讲系缺乏啲经验啦，同埋判断啦，譬如嗰球葵身嗰球。其实唔应该用接咯嘅，咁但系相对嚟讲，其实整体嚟讲打得好好嘅 ，Alexman 非常之精彩 ，Alexman 表现得 ，OK，very good 啊 ，Alexman 加油努力啊，加油努力 ，OK， 非常之正 ，OK， 期待下次 Alexman 可以打得更加好 ，OK， 因为就系今日都打得非常之 good 啊，今日都打得非常之 good 啊 ，OK， 期待之后再同你打得更加好玩 ，OK， 好啦，今日啱啱打完两场非常之精彩 PVP 之后咧，大家系咪好唔够喉呢？记住订阅四五三嘅 YouTube channel，like follow 我 Fan 之前，同埋 like follow 我 Instagram。紧贴住邵永秀嘅最新直播，嚟紧亦都会有游戏厂商送俾大家嘅一啲嘅礼物啦、虚宝啦，同埋最新嘅游戏嘅资讯情报啦，大家都要记住留意住我 Instagram 同埋飞云专业同埋我 YouTube channel 直播，逢礼拜三五六日，三五系十点钟直播，六日系九点钟直播嘅，都会陪伴住大家一齐开心玩游戏。Good night Chris Cock，Good night 所有人，系啊 ，Good night 小明或者 Good night 啊，今日休息啦，大家系啊，等工作人员可以休息噶啦，团长妈都 Good night， 好，礼拜五嘅十点再同大家玩。足球小将、七大罪、宝可梦大师、决胜神 mobile、Call of Duty 杰出领域，欢迎大家继续嚟支持赵永生咯，因为我都好中意同粉丝一齐开心玩嘅，非常之正，可以同大家继续铁友直判，等大家可以知道嘅嗰啲角色或者嗰啲人物，无论边只游戏都好，我都可以将佢发挥到极限，话俾你知嘅嗰个角色应唔应该要嘅。Good night Adam Wong，Good night 团长吧 ，Good night 小明 ，Good night Chris Cock，Good night 传说级别 Legend 有师可可 ，Good night 发生声 ，Good night 传说级别 Legend 有师 Ken Sen。Good night everyone, Pleasant Chang, good night Alexman, good night 沙滩员，期待下次再同你玩，拜拜！记得订阅我啦，同埋叫埋身边嘅朋友仔同学仔订阅我，同埋屋企人一齐订阅我 ，like follow 我啦。